都阔别大家两日啦，啊，唔知大家呢两日啊，咁啊，即系咁啊，冇咗最近分析，咁啊，大家惯唔惯啦？咁啊，都有唔少网友 PM 我啦，或者喺即系上一集嘅节目下边，佢留言咧都好多啊，咁啊，计计埋埋，我计到都200几300网友啊，咁啊，感谢佢大家先啊，咁啊。咁啊，即係有啲，哎呀，你唔做，我真瞓唔著啊！或者聽翻之前嗰啲啊，唔知大家啊有冇即係趁機會聽翻之前嘅最正分析啦？咁啊，首先咁啊，呢集嘅最正分析一個好唔好嘅消息，我相信唔少網友都知道。咁啊，其實即係近年來咁啊，都有唔少網友都離開咗我哋嘅，咁啊，包括有萬粒佬，咁啊 ，MS Wong， 咁啊，即係其實呢個尋日都。呢兩日知道嘅消息啊，咁啊，我哋嘅氣氛妹妹啊，咁啊都已經去咗第二個咁啊佢地方啦，譬如阿蛋咁啊嗰邊啊，佢都有即係出 post 嘅，咁啊有其他嘢我都會繼續即係問下阿蛋睇下有冇即係最新嘅咁啊嘅資訊啦嚇，咁啊即係。咁啊，我都所以希望咁啊，大家咁啊都好，即係珍惜我哋彼此。咁啊，就算好多網友大家未必真係佢見過面，其實我哋大家每晚啊，咁啊每日啦，甚至喺其他節目啦，喺圍爐啦，喺啤梨晚報啦，咁啊大家互相去留言啊，去傾偈啊。咁啊，其實即係就算大家未必真係見過面啦，有啲就都係有約過佢出嚟嘅。咁啊，大家都希望大家嚇多啲係即係珍惜我哋嘅網友，珍惜我哋嘅朋友。咁啊，今日當然係會講即係台灣。